气象，看球买球请进群。馆长今天带来2020年第29场赛事解析。周六晚8点半，英超，水晶宫对战阿森纳。水晶宫进攻端能力不易高看，实力低下，但平局不少，基本靠弱旅拿分。客队阿森纳换帅之后效果不错，但客场成绩偏差，即便近期反弹，但也都是主胜，客场仍需观察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半球，考虑两队目前状态均不是很好，本场推荐水晶宫加0.5。今日赛事就到这里啦，小馆长事前邀约球迷们可进群获取更多推单，我们拥有更精准的数据，需要进群记得加我的微信足球399，更有不中包陪单等你哟。